各位观众，请原谅我，影片过这么久才剪，真的是忙不过来啊。这一次这个一番赏呢，在游玩整个环球影城后呢，手机呢就没电了，借用夫人的手机来录，录得不好，请见谅哦。哇，旁边这间娃娃机店刚好有在卖一番赏，而且只剩下一个 A 赏跟五个 C 赏，咱们趁这个人潮不多呢，买两张试试手气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准备准备。D 赏，大哥，这个，哎，哇 ，A 赏中了！大奖！其实我本来要来大阪抽这个银法悟空的，你看架子上空空的，完全没有了。对，这是我环球影城的战利品啊。OK， 这个呢是蜘蛛人的证件套。哇，超级有质感的、啊，对啊，也不帅、欸，旁边还可以伸缩哦。然后这个是可爱的，类似像魔术方块的，然后它是小小兵的。OK， 那我现在只有一只手，哇，还可以转呢，超级赞的啦，好可爱哦，哇哦。然后再來是这个小小兵的可爱的多美小汽车。我们下次再来开箱，我先大概介绍。然后这是 Elmo 的可爱的小汽车。喂，这个是新一变柯南的胶囊实体化，吃了就变成柯南哦。里面有十颗巧克力，环球影城限定的 Nalo Block。这个是暴龙，侏罗纪公园的门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A 赏跟 C 赏，哇，超级棒的。然后呢，旁边还有柯南的这个蝴蝶结，恶魔果实的能力者，这里面是哪一个人呢？艾斯啊，艾斯超级大只，这只应该有三十公分吧。我们先把它打开好。好了，各位，三十公分的艾斯长这样子，哇，它手上还有火焰啦。然后呢，还有简单的说明书，它的下面呢有很多塑胶，我猜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下方可以固定住。没关系，我会。等我回到台湾之后呢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面的实际组装后的样子好了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影片介绍到这边啦、啊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陆续呢，我会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作品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